大家看下面，为什么只有你看前面？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？超然 ，OK 啊。那你是你到时候听了，你是站在超然跟他中间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哈，就超然跟他中间有个空格，你要站在他们两个中间的空格。好，准备，准备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先生 ending 后，哎，等一下，没有，还有一个。